对啊。哦，要干嘛？灌糖葫芦。全部都是假的。别动。我送你的。怎么这么重口味？爸爸，那可做的东西像。来哦，大家慢慢看哦，一个60、90，什么种都有哦。你想吃什么？去逛夜市，跟老板讲，老板来一份鱿鱼，来一只糖葫芦。哦，都没有，没关系。回家自己煎荷包蛋，可爱吗？这包蛋蛮可爱的。好，你觉得哪个最可爱？不要动，鸡块吧。可以。这鸡块不太夸张。太真了，鸡块太真实，而且是刚。这鸡块真的刚炸好。这个好适合你哦。很脆。很脆。感觉很丰富。这么瘦。这个呢？它这鸡腿太小了。家里要使用这个。来一个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比较宽一点了、哦。换来一个，认真的，还蛮适合加八加的。来一个60，不要不会真的，我有网友来问我，就是来青梅，我觉得哪个比较可爱？不行，我。